小孩子的上装，它比较中性，男孩女孩都可以，非常非常贴合的尺寸，然后只是增加了这样的三组花纹，就会显得整件衣服非常的与众不同。好，我们来介绍它的相关情况。它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这一部编织图书的这一页，你所看到小朋友穿在身上的这一件，正是我们现在要为大家讲解的这一件。这两个是相同的同一款服装，熟悉我的同学已经知道，你在每一部书的封面可以看到我的名字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就和大家一起啊来揭秘它的每一处细节。如果你会一点点编织，之前织过哪怕是一件毛衣，那么对于这件的讲解一定能够听得非常非常的通透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真的是非常的简洁。另外，我也会就大家的基础不同，用最专业的、最适合你的语言，将这款作品的编织步骤讲解的非常细致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啊。首先，它用到的毛线是纯羊毛的粗线，织针六号织针，线和针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。每一根毛线的直径2.5毫米，如果把这一根毛线捻开，里边有四小股组成。我用到的几乎90%以上的毛衣，全是用纯羊毛的粗线来完成的，因为只有这样，它才能够有很好的表现力，在拍摄的时候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，和你的设计不会偏离得太远。如果是这一款的话，我们用棉线，或者是化纤类的材质的纤维啊，完成的话就没有整体拍摄出来那么好的表现力。好，整款作品毛线用量全加起来6两多一点点就能够完成。在整个教程的最后，我会把每一部分的尺寸向你公布。你可能会问到这个问题，哎呀，你这件衣服几岁孩子穿的呀？或者问我孩子6岁了，我要起多少针呢？诸如这类的问题，我将在整个节目的最后为大家一一的讲解，所以大家要耐心听下去，到最后你会为自己的孩子啊编织一件非常合身的衣服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啊。首先来说起针，从哪起的针呢？底下这一圈，底边这儿起的针，用的是最简洁的起针的方法啊。上来以后呢，我们直接拿毛线就往织针上绕就可以了啊。看，攥住线的一头，上来直接起针，每绕一下就是起好了一针，一针，两针，三针，四针，五针，六针，等等啊。按照这样的起针方法，你会得到一个非常非常整齐的而且极具弹性的边沿部分。这个方法又简单啊，而且呢出来效果又好，还便于大家下一步的操作。假设啊，我们有一些环节要在这挑针等等啊，刚刚的这个起针方法完全可以适用你的诸多的改变。好了，大家都了解了这些，我们正式的来进入它的讲解环节。起了多少针呢？112针，用的是6号针啊。起针的方法已经交代给大家了，起完针之后环形向上织这个花纹。这是什么花纹呢？拧针的双螺纹。怎么织成的呢？为什么看上去和普通的双螺纹不一样呢？因为它是拧针织的啊，一行拧一行不拧就可以了。同学们准备把这张图截下来，按照它来织就行了啊。反针不变，只有正针这一整行都拧针，第二行不拧，第三行又拧，第四行不拧，理解了吗？好，112针，我们环形着向上，一共给它织多少厘米呢？5厘米。织够5厘米之后，我们将给它改织什么呀？桂花针。桂花针是什么？就是一针正一针反，每两行一交替啊，这是桂花针。同学们截下图来就好啊。改织桂花针的同时，同学们注意啊，你要在正中间取，看到这个宽度了吗？横着数一下多少针啊，取这么多的针数，
是这一整组花纹。尽管它也是桂花针组成，但是你注意啊，黑色的小圆点是证明织的这个小球球，看到了吗？啊，注意小球球之间是啊锁链针，一行正一行反，一行正一行反，注意到了吗？不要出错啊，这个位置，包括再往上啊，这个位置看到了吗？实际上总体的桂花针是没有变化的，只是向上织一段之后怎么样啊，你的这个小球球之间的距离拉远了，锁链针就是一行正一行反，也是增加了针数，但不是加针啊，而是从边上的桂花针那儿变过来的。仔细看，有横着的小道，对不对啊？开始这么宽，然后变成这么宽，然后又变宽了，对不对啊？整个过程它是一个增加的过程，所以同学们需要把这一张图截下来，其实你只是数它的行就可以了啊。好了，提醒一下大家，这个小球球啊，有同学可能一眼看就知道了啊，在一针里边加出五针来，往返只织六五针，向上织五或七行啊，然后给它收成一针。这种方法呢是一个标准方法，但是在长期的这个编织过程当中啊，我们发现那样织的话简直是太累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织的过程当中只能织这个小球球，边上是不织的，完成小球球之后再织其他的，转圈织啊。所以同学们可以采用钩针的形式啊，所有同学注意啊，这位置可以采用钩针的形式来完成这个小球啊，理解了吗？啊，给它在一针的范围之内用钩针，用3.0、4.0、5.0都可以啊，用钩针钩长长针，一下子在一个范围里勾五针，勾过这五针以后，五合一就形成一个小球，速度比原来织成的小球球要快最少2倍，而且非常重要一点，它形成的小球还要圆润啊，立体感很强，不像咱们织的那个小球它像一个片儿一样，如果有些手法你没有注意到那个小片儿就特别不好看，所以这点啊提醒给大家，用这个方法来。好，按照这样的花纹走向，也就是说我们上来其实织的全都是什么呀，桂花针，达到刚刚你截图的那高度以后就织这小球球，理解了吗？小球球和它的这个锁链针，然后再继续向上，全体都织什么呀，都织桂花针，你看背后也是桂花针，对不对啊？达到高度之后，达到你那个行数，自己数行啊，达到行数之后再继续给它改成锁链针左右织小球球，如此重复一共3次， 1, 2, 3。 好，3次完成之后那是后话，你要按规律这样走就可以，但是还没有织第三组小球球的时候，你的高度就已经达到了该分腋下的针数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向上要织多少厘米呢？同学们仔细看啊，从我们开始织桂花针的位置算起，向上我们环形织22厘米，22厘米就开始要分前后片，分别织腋下的部分，我们要剪腋下了，理解了吗？啊，有同学说为什么22厘米啊？因为和这款衣服以及那个年龄的孩子、身高体重的孩子是匹配的啊。同学立刻就抛过一个问题了，说：“那我家孩子5岁，我织多少呀？”不要问这种啊最简单的问题，你要怎样？赶紧去找你家孩子的针织类的衣服，甚至是外套都可以啊。看你家孩子的那个衣服从底边到腋下的高度是多少，你就织多少，多简单呀，对不对？而且你还可以自由的把控，如果你测量的那件衣服孩子穿着正合适，你要是直接织那么高的话啊，你又怕自己织的时间太长孩子长个了怎么办，没关系，向上多织1-2厘米，理解了吗？好，达到22厘米，我们原来一共是112针，达到22厘米我们要分前后片，太简单了，对半分就行了，前后各56针啊，有一点不用我提醒吧，让这个花纹在正中间啊，别左右有任何偏差啊。好，前后各56针，我们将分别的改片状向上往返来编织啊，注意在你的腋下的两侧我们要进行减针了，怎样的减针？首先在56针的起始针的位置，这头和这头各减5针，一下子就把这5针减去，知道了吗？啊，一下就减走啊。好，
剪完了这五针之后，我们要怎样？四个位置都这样剪的啊，一二三四，好，都这样剪完之后，我们要给它慢慢的剪，舒缓一点剪啊。之前我们一下子就剪了五针，现在我们要怎样？我们要隔一行剪一针，剪五次，实际上也是剪了五针，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快剪，是隔一行一剪的，理解了吗？好，四个位置都是这样的啊，前片的左右，后背片的左右，都是用的这样的减针手法，哈哈，减针的针数啊。好，然后我们要怎样？四个位置都是这样减，但不可能四个位置同时织，对不对？它有一个先后啊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都是先完成后背片的，对不对？当我们的整个后背片的部分按照这个方式剪完，剩下的针数往反向上直着织，还织你的桂花针就好了啊。向上总的高度多少厘米呢？16厘米。从哪开始算的？从你腋下第一次减针的位置算起，向上垂直量啊，垂直量的高度16厘米。达到16厘米高度之后，后背片就算完成了，留1米的长线剪断，待之，等待着下一步的操作啊。好，后背按这个方式已经完成了，那前片呢？其实也一样啊。注意啊，刚刚我说的这16厘米高度，可是包括你剪这两组的针数的时候的它产生的高度啊，理解了吗？啊，你别这都剪完了，向上又直织了16，那就长了啊。有同学会犯这样的错误啊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要转战到前片来织啊，也是左右是这样的剪。同学们已经知道了，一边这儿剪针，注意你这儿的宽度，可别一光这儿剪，这儿就直往上织了啊。很多同学会犯这样的错误啊，所以一直要盯着你这个花纹。完成这中间一组之后，向上要织多少行，就要开始下一组最后一组花纹的小球球的编织了。这点千万不能忘啊。好，一边剪这两侧这个花纹，一边注意着，到了以后往上织。当你的高度从腋下开始啊，向上垂直量到这个位置啊，多少厘米呢？6厘米。我看是不是六啊？不是，是6厘米。当我们向上织够6厘米之后，我们要怎样？开始剪领口了。看，这是斜着的往上走的，这边也是啊，斜着就往上走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位置怎么剪？实际上你这儿呢已经完成了，现在是这一侧是直织的状态，明白了吗？这一侧也直织的状态。当够6厘米之后，你实际上要将左右要将整个前片分成左右前片两部分，分别向上织了，理解了吗？因为你要剪领口，领口的减针是按照怎样的规律来的呢？首先，整个前片部分我们给它均分成两份儿，左右各二分之一，然后在左右前片的内侧这儿进行减针，在它边上的第一针那开始减。怎样剪？就把边上的第一针和第二针合一起织，理解了吗？啊，这样就叫减针了啊。按怎样的规律减的呢？我们需要每两行剪一针，一共剪8次，或者你理解成为隔一行剪一针，一共剪8次。你看，这边是这样剪，剪了8次啊。这边呢，也是这样剪，剪了8次。你看，它是一个 V 型的向上减少的一个过程啊。好。剪完了之后，注意啊，这剪完之后，你肩头这儿如果没有织错的话，你应该剩下了多少啊？10针。好了，这10针要取跟后背片一样的针数，后背片很多针呢啊。后背片前片剩多少针，就从后背片取出多少针来。两个10针在一起用哦。3根针给它从内部织缝上，这个大家都会啊，尖头织缝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两个尖头都用这个方法织缝之后，连接好之后，一个背心的雏形就出现了。还差一个环节，我们要挑织领子了。好，领子非常好挑织啊。我们在缝合前后尖头的时候，所有同学都要注意啊，要从外手向里手缝。这边也是啊，从外手向里手缝合，这样你会把后脖子的针数直接剩下来。
理解了吗？这样会很方便啊，而且后脖子这位置弹性超级好。好，然后我们要怎样？要织领子了。怎样织呢？首先后脖子这剩的针数算你整体的后领的针数，然后还记得这减针的位置吗？啊，我们斜着减针这个地方啊，我们要沿着这个斜着的边给它挑针，挑的整齐一点，挑多一点，理解了吗？啊，不要蹦着挑啊，这边也是都要给它挑出来，每一个针套都要给它挑出来。有同学可能会说，那样的话针数多了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你不是还有第二行吗？啊，到第二行的时候，我们再给它均匀的减至100针，理解了吗？啊，就是连这儿，在后脖子，在侧边这儿，三部分合起来达到100针之后，我们就要减，给它向上织领子了。理解了吗？啊，有同学可能会说啊，那个为什么要100针呢？不是102啊？因为它是一个是什么呀？双螺纹的花纹呢？4针一组啊？没错，大家以后一定要记住啊，只要是跟双螺纹或拧针双螺纹相关，我们的针数一定要控制在4的倍数，无论环形织还是片状织都要是4的倍数。环形织不用理啊，不用解释，它是一圈的，必须4的倍数。为什么往返织片也要4的倍数？因为我们要在两侧安排各3针正针开始，然后两反两正，两反两正，两反两正，一直到另外一头两反两正，两反3正才可以。只有这样，编针在编织的过程当中会自然的内卷，你就形成了刚好两反两正的效果，理解了吧？好，另外由于它是一个翻领啊，你看我拿手一直摁着它，这件衣服穿着效果特别好看啊，领子很立体。因为它是一个翻领，所以同学们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，花纹朝这一侧啊，你要在这儿起第一针，要在不是起啊，要在这儿开始第一针织啊，织你那个3正，两反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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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，到这儿两反3正，然后再反过来，理解了吗？啊，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花纹，尤其是翻领啊，都要留在内侧，翻过来刚好是花纹向外。好了，整个的领子这100针的高度，我们要给它织8厘米，织完这8厘米之后，收一个机器边儿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不会，收一个平边儿也没问题，因为这位置不涉及到一个有很好弹性的这么一个说法啊。所以看大家啊，收机器边儿呢很简单啊，就是正针收反针，反针收成正针，理解了吗？好，这位置完成之后，就来到了下一个环节，什么呢？袖子啊，整个袖子的部分很简单，为了不抢整体的这个前边简洁的这个风头，所以整个袖子啊极其自然的和正身是完全一样的，看到了吗？好，袖子我们从这儿起的针啊，一共起了多少针呢？28针。28针织什么？桂花针。大家已经知道它的花纹了啊，我们一边织桂花针，一边向上环形的织着啊，一边在它的这个位置袖腋处，我们要进行加针啊。怎样加的针呢？每14行加一次针，一共加5次，你的总针数增加了10针才对，理解了吗？啊，一直环形的向上织到这儿，长度一共33厘米。当它达到33厘米之后，我们将在袖子的这个腋下的位置减针啊。怎样减？首先，在你这一溜加针点的左右各平减5针，一下子减5针啊，底下减5针，一下子这就少了10针才对啊。然后呢，沿着边沿开始，你是环形织，减了腋下之后你就变成往返织了，往返织了以后你就要给它在起始针的位置隔一行减一针，一共减11次，这边减11次，这头也减11次，理解了吗？减完11次之后，你的袖子剩下了多少针就直接给它平收就好了啊。收了针之后完成另一个袖子，当两个袖子都完成之后，再和正身整齐的缝合在一起，这件非常有创意的，你看这小立领，我一直在整理它，因为它太立体了，它一直乱动。两个袖子都缝好，整件衣服就完成了。好，下面给大家公布各方位的尺寸。首先来说哪儿呢？
胸围。我们知道总体我们一共起了112针，对不对？好，因为这个花纹它有点胀针啊，你看，将近60厘米，29，不到60厘米啊，将近60厘米的胸围，看到这儿，看到了吗？啊，你要知道它是多少针材，112针材，理解了吗？大家想知道它的密度的话，直接拿112除以我们刚才得出来的数字啊。除以58吧，不要除以60，因为它到这个9的地方啊。拿你的112除以58，58是它的胸围，实际上它有弹性的啊。除以完58之后，你得出来那个数字应该是不到2啊，应该是1.9几或者1.8几。好了，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，比如说你得的是1.85，记住这1.85，然后。去量你家孩子的针织类的衣服，或者有弹性类的衣服啊，最好是针织类的。你量一下那个衣服，它的胸围是多少？假如有同学量了，啊，我家孩子量这衣服了，胸围啊，60厘米、65厘米。好，量完你的胸围65厘米之后，直接拿那个65厘米乘以你刚刚。除完了那个数字，我举的例子是1.85，好，直接拿65厘米乘以1.85，得出来的数字就是你织这件衣服对应的针数，理解了吗？啊，非常非常的精准啊！你想，我们都精准到小数点后两位了啊，不会出大问题。如果你的毛线和针跟我是同规格的情况下啊，好，胸围我们确定了。花纹都按照之前你截的图来啊，衣长呢？之前小举了一下例子啊，就是从底边这儿到腋下这儿的距离啊。如果你不知道要那个你那个小宝宝，不管他是多大，是学龄前还是7、8岁啊，你不知道这个高度值多少，就去拿他的针织类的衣服去量，量他的衣服从底边到。这个位置的长度一共是多少？你减去底边这5厘米，剩下的位置就不是你那个，不就是你的这个长度了吗？对不对呀？好，两个重要的数值你已经掌握了。第三个，腋下到肩头的位置，原款一共16厘米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要是你给其他的孩子织的话，看孩子的胖瘦程度。如果是一个普通的身形的孩子啊，那么就按他的年龄来。原款是穿在应该是5岁的小男孩的身上啊，我们要的是16厘米，那小男孩略胖了一点啊，所以大家要记住啊，这位置万万不能少了。再小的孩子，2岁的孩子，你也要最少安排14厘米，最少最少，理解了吗？因为小孩穿的时候，这位置必须要宽松，不要跟大人相比啊。好，如果稍微孩子啊。高一点胖一点的话，这个位置高度你可以安排在16、17、18，甚至19，甚至是20都可以，理解了吗？但是它有一个比例啊，如果只是10岁，不能10岁啊，8岁以内的孩子吧，只是8岁以内的孩子的话啊，我们是有比例的啊。看，也就是说腋下到底边与腋下到肩头的比是一个怎样的比呢？如果是大一点的孩子啊，注意，它应该是它的1/2弱，理解这个意思吗？就是说，不能这么讲啊，不能将它直接分成三段啊。如果是分成三段的话，如果啊，你看 1, 2, 3，如果分成三段的话，你这儿的长度应该比这儿的这个一半要略长一点，理解了吗？啊，就是这么一个规律啊，小孩子的衣服。这些都掌握了，袖长呢？有同学有问题了，袖长我怎么办呀？还是量你家孩子衣服腋下到袖口，一共多长？就按照那个来，减针的方法跟教程一样。有同学又问了，那我那领子呢？跟教程一样就好了，100针绰绰有余。你看，当然了，如果你的孩子稍微大一点啊，你想要一个更加舒展的领子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加4的倍数，原款100，你可以104、108。
理解了吗？由于原款是一个小立领的状态啊，你看它的效果特别好，也没有做任何的处理，孩子穿上以后直接它就是一个立着的效果啊，所以高度上大家尽量不要太高了，如果太高了的话就立不起来了，理解了吗？好，所有的技术点，所有你可能会碰到的问题，都为你一一的公布了答案以及解决方案。这下好了，你能够织一件超级合身的衣服了。如果有人说，哎呀，不是，我只给那个谁，只给那个，我认识的一个小孩织，我家里没有孩子，没关系，你可以找。到商场去啊，或到超市去找跟他孩子对应年龄、身高、体重的那个对应的尺寸，你可以带一个尺子去量各部位，长度是多少。如果还不行的话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在互联网上卖衣服的小孩衣服的网站啊，在那儿，它都会有图片的，你看看每一部分的长度各是多少，按照那个长度来织，理解了吗？好了。满满小窍门的跟编织相关的技巧都告诉给你了，如果你喜欢这件衣服，你大概用3天就能织完，一天2-2线，并不是特别的紧就能够给它完成啊。如果喜欢这个教程，请点赞，非常感谢各位。